才大家欣赏了 Ice Queen Battle Cry Battle Cry 占卜师深海之声双生花最后的曙 光，大家觉得开心吗？开心。今天的 MC 话题是你有没有曾经偷偷看过你爸妈的网名？都没看过吗？好，那这个 MC 话题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。我记得我记得我没有偷看过我爸妈的网名。我没有偷看我爸妈的网名。但是我记得就是很久之前，然后有一次宋茜在聊微信，然后我看他那个上面，我说宋茜在跟谁聊啊，然后他说他跟他爸的名字叫青山绿水。听起来就然后听上去很寡淡。对，好，耶，好好玩哦。没有了，你就是偷看了。你为什么要偷看宋欣然的？就无意间看到了他那个，就在我旁边。那你知道汪嘉玲爸爸的网名是什么吗？他说他爸是英文名啊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对，那九九呢？我其实我爸妈还好，我有一次小时候。就我姑姑她说她要起个网名，然后说那个吗说我姑姑名字里面有个红字，然后说一定要含红，然后爸爸就帮她起了个名字，要含红这个字，然后爸爸就帮她起个名字叫做红太阳。小太阳是什么？跟宋茜然好像有点像。宋茜然是橙太阳，宋茜然是我冉冉的。算了，这个好像别人 get 不到这个笑点。但是我爸妈的话，他们因为不怎么会使用这种网络工具，对，他们不怎么会上网。但是我有就是我妈她注册那种微信啊什么的时候，是我帮她注册的，所以你乱给她起名字，我起奇景最好看。妈妈没有，就是给她取什么？因为我妈妈姓陈，所以就叫她小陈小姐，就很朴素啊。因为没有想到我取的名字这么朴素。但是就是我觉得你们都朴素朴育，然后给你打一段 B-box， 再也不用你这个麦了。然后我觉得你们妈妈的名字都很正常。然后我妈，因为虽然你们可能你爸妈不怎么上网，然后我妈妈是最先上网的一个人。比你还先吗？因为我之前不玩插音的嘛，就那个某音啊，抖音，好吧。然后有记得就完了，这段 MC 要被微博禁播。就不要了。然后今年过年回去的时候，我妈在逛超市买年货的时候，人很多嘛，她突然说：“王小佳跳个舞。”她说：“王小佳。”哦，她说小佳呀。我说怎么啦？你帮我拍个视频。我说怎么拍什么？她说我最近学了一个那个鬼步舞。然后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走过来跳一下，然后你就帮我录一个抖音好不好？哇，好时尚哦。对啊，然后我第一个录的抖音是帮他录的，第二个是帮他录的，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关注他的那个抖音号，我觉得太奇怪了。但他真的跳了，他用那个告白气球跳了一个鬼步，真的，当时我惊呆了。你要不重现一下？我刚刚已经重现完了，就是超时，然后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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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就这样，然后把它拍下来，我当时惊呆了。孩子一直在动，然后路人也惊呆了。妈妈一个动作，你以后教他另外一点多点动作。然后我妈之前的网名知道叫什么吗？叫小草莓。哇，太甜了、哎！我觉得这个网名取得很有深意，又很甜，又跟你的草有关。对、啊、然后听起来跟你很有关系。但好像是，但其实又没有什么关系。是十年前的名字。然后最近后来我妈就觉得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文化。然后就改了一个很有文化的名字，改了一个草，叫寂寞梧桐啊，深院锁清，反正就是那个诗歌里面那个。好，哇塞，好有文化。然后我最近去看了我爸的网名，因为我爸我有备注嘛，上面写的是爸爸嘛，然后我没看过他的网名，他的那个头像是一个背影，一个很帅的背影，然后结果他的网名才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转身离开。都好有诗意啊！但是你，哎，我突然很好奇，中二草以前有没有取过那种很非主流的网名？取过啊，比如天空公主，这是我第一个网名，真的，就是什么什么公主，什么小草莓公主、天空公主。你妈妈的小草莓是这么来的？没有，我是 copy 我妈妈的。啊，你们以前有取过？哇，好哇！
你们以前有取过什么非主流头？我以前我看到过有人有一个爸爸的名，那个名字叫成，妈妈叫非诚勿扰。哦，好甜哦，好甜哦。不是我爸爸妈妈，是别人的。王嘉玲，王嘉玲搞一个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叫陈太阳？哦，那是宋天，不好意思。记忆混乱。那结束了。那我们要不就接下来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。接下来欣赏，钢铁的十八摸，走吧，钢铁的集市。